啊，那慢走，慢走，慢走。这还可以，你那狗腿的样。慢走。行。王一凯。啊。帮我把东西放办公室吧。哎，好嘞。哎，干什么？这是我的。哎，这是李总送我的，什么时候成你的啦？这李总分明是给我的，什么时候成你的了？不是高经理，这是给菲菲总的。给我的。给我的，李总刚才给你，你没要，给我的。我怎么没要了？老板，你是不是糊涂了？哎呀，那这样，啊、我捋一捋刚才的环节，这样行吗？行行行。菲菲总，你是李总，我是你，咱们捋一遍。行。啊。李总刚刚是这样说的啊。对。哎，不要。哎，我不要，你没要吧？好像是这样、啊，对吧？是这样的吗？是这样。飞总好像不太明白，是不是？啊，对。那这样，咱们再重新捋一遍啊。这样，小凯子，啊、你过来。你啊，你是李总。啊，我是李总。啊，那个我还是我，你还是飞总，咱们来一遍。啊，行。行。那个飞总，你拿着吧。啊，不要不要。飞总，你拿着吧。李总客气啊，你飞总你拿着吧，不要，高经理你拿着吧。哎，好嘞。有人，你看没错吧？你别笑，是，对不对？王一凯，是这样的吗？那个高经理，我看飞总还不太明白，要不然你再给他来一遍。啊，行行行，那再最后一遍哈。啊，行。那这样，哦，我是李总，飞总，咱们来一遍。嗯、那个，飞总你拿着。好的。啊？有人。你刚才不是不要吗？这把我要了。不是这，他刚才不是你这，你干活去。